着红彤彤运动服近两万名的大妈们齐聚一堂，大跳小苹果。大妈们动作整齐划一，活力十足，整段舞蹈跳了八分钟，这一跳不得了，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。之前告诉你们，现有记录是17200人，你们今天在现场有18472人，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符合规则，所以还得从这个总数扣掉了。所以最终结果是18431人，祝你们成功。18431人集体跳小苹果，打破了最大规模排舞的金氏世界纪录。这项纪录的上一个保持者是美国亚特兰大的17200人，挑战成功让大妈们相当兴奋。当然激动了，我们从6、7月份就开始到现在了，那个百来人，那就累着天天练。挑战当天，户外的温度仅-5度，还阴雨绵绵，但大妈们的热情依旧不减，成功让神曲《小苹果》跳进吉尼斯世界纪录。